当所有的这个不管交通或是通讯断掉的时候，台东人还是过得很快乐，还是这样的生活。所以当环保人士来这边这个抗争的时候，我们都搞不清楚他凭什么代替台东人来这边。就台东现在不只是台东人的台东了，现在全台湾。问题是别人是来看一看晃一晃他就回去了、啊、就觉得台东人我是觉得这一句话讲的当然有一点是觉得说哎、欸、好像这个所有的人都来的都很好，但是我都觉得他们来我们当然欢迎，但是有时候来的时候我们是欢迎你来台东玩，不是欢迎你来台东做一些无谓的抗争。